两天回来还没到奶奶家去呢，今天走了，要去看一下奶奶。在家吧。在的。思水。哇。奶奶。这是李奶奶。怎么这么好吃？来，过节，来快点，好，啊，你怎么呀？谢谢啊，期待了。期待，来碗面筋也不吃。奶奶说去拿鸡蛋给小雀吃。哪里拿？别的地方，他们养鸡的地方。刚才外婆也拿了好多。可以，他可以吃鸡蛋。每次回来都带很多鸡蛋。哈哈哈哈哈。美丽怎么走了？哦，姐夫跟你讲话，怎么这么害羞哎？人家现在长大了，是个大姑娘了。好，一下要小心点啊。好，又搞了这么多鸭蛋来了啊！那鸭蛋没几个，你等一下，免得会砸掉。去你外婆那里，用水煮一下，煮熟。哦不不，哎，煮熟那吃得完的。咱们放点米啊。啊，那也可以。那打饭了，我们晚上炒着吃掉。又拿了这么多鸡蛋呀、啊！哦哟，这太多嘞。没事，我放在座位，放座位底下。哦，我们等会自己弄一下。鸡蛋一块五。鸡蛋一块五。鸭蛋两块。三块一对。两块五。两块八。大多数是两块五。娃给我娃们给。鸭蛋卖的贵。有些人三块都买。现在是三块。昨天没电，昨天我们回来。我都不要看一下了。昨天我满月里面灯点了呀。停电了，昨天晚上。来回门的。我们昨天回来的呀，晚上。回来一看。又去了，停电了呀，没。三点就离呀。小猫，你走的时候直接往那里转。直接走了，我们从那边上高速。回来一下。奶奶说要看到小七月。七月。你回来往这里走。我们中饭都不吃就走了，对，中饭都不吃，对对对，就走了。哎，赶着有事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，走了，又拿这么多东西呢，那别走了，好，慢走啊，好，还要过年回来，不用过年了，我们国庆节要结婚，婚礼花了一开，可你们俩啊，可我呢，到时候一起去嘛，两姐妹他们啊，到时候一起去，到时候肯定。那我爸会过来查张罗的了哈，注意身体啊！哎，谢谢，走吧，那慢走啊，走了我们，会耽误时间吗？耽误时间就让他，不耽误时间，往这里，让奶奶看一下。好，万一会耽误时间就不要看。万一没苦难，那就做。好的。你自己看吧哈。好。可能生了啦。啊，俺们就这么个干，认识，拜拜，注意身体啊。对了，拜拜，拜拜。